这都快考试了，豆子去哪儿了？可能上厕所去了吧。哎，海贵，你去哪儿啊？马上考试了。哦，我也去上个厕所。瞧瞧，老子怎么在营中混啊？啊！弄点水，给你醒醒神，知道吗？啊！醒了没？这么醒了没？看你怂样子！这下知道厉害了吧？嗯，懂了吗？懂了没？说话！躲！躲！躲！过来！躲！躲！啊！我操！啊？你不是说这厕所平时没有人来吗？我也不知道啊，这平时就没什么人呢，这。藏着一个，我也不知道，这刚才没注意隔间里面有人呢，我。你怎么了？跟你一样。我操！你小子长能耐了是吧？让你们放开，听见了吗？菜逼。啊！你他妈笑屁！啊，没有笑话你们。其实我听不太懂，只是觉得他这么说很生动。哼，操，嘲笑老子！你他妈！老大，没事吧？咋样？老大，没事吧？哎呀，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他妈还恶人先告状啊你！我操！四万的是吧？啊！别多想，今天是一万。来，营中学风其实很端正。来，这个帮我收着。这个是新款的 GoPro。还有啊，不许跟我妈告状。好了，考你的事情啊，还贴着个便签，新款相机易碎勿动，新款相机易碎勿动，否则就赔5299。他到底是碎过多少相机啊？打架也不知道小声点。先暂时跟着我吧，比跟着你主人安全多了。你快去考试吧，大哥，你走吧。晋江文学城，小肖演著，唐黎文化制作出品，长篇广播剧《百万 UP 学神天天演我》第一季第二期。仔细看题目，拿出你们的真实水平就行。现在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草稿纸够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昨天只来得及突袭了物理的中文名词，化学就看部首应该都是化学元素，但是一个都不认得。曼爷，新来的已经被考试折磨疯了。
物理差不多了，快一个小时了，都上还没回来，不会被打死了吧？进去考试。哦，豆子，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哪儿去了？让我休息就没劲了。都给我安静点，专心考试。卷子从后往前传啊。楼上，出来。来了。操！我刚在门口看到长毛和寸头了，鼻青脸肿的，说好的不主动出手呢。豆子可真够疯的。大佑，去看看。又没发作业，找不到去办公室的借口啊。除非，谢兰同学，教材没领吧？考了一天，还没跟胡秀杰长谈吧？就知道你要去办公室。来，我给你带路。我们作为学习委员，我有义务陪同。你们，那要不我去吃饭？做梦。老师，这不是我们先动的手，你相信我们，你是不知道这小子当时多嚣张，还一个人打我们脸上。对对对，我们都没敢动手，我们都没敢还手。你看看我脸上这伤，这肿。起来，你看快点上。还有我，不对，你看，豆子还在那杵着呢。来了。头生，我想听你说，人是你打的吗？对，我打的。你，老师，我们没撒谎吧？你看，你闭嘴。闭嘴，闭嘴。为什么啊？辣眼睛。嗨，你给我，你个什么？没什么。豆生，你给我说人话。收起这副无法无天的架势，我就是惯的你。完了完了，这下胡秀杰是真的发飙了。豆子可千万沉住气。多方我已经领教过了，就算是跟胡秀杰吵起来，想换班你直接说，也不是不可能。李宗还是答完了的，老师，物理我还用了草稿纸呢。那我还得谢谢你。不用。物理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干再出格的事儿，我都不会耽误物理考试的。我要对得起老师和家长，更要对得起自己的理想，请您放心。哼，还跟我编上了理想啊？你的理想又变成我物理了？上周你不还跟马老师说是数学吗？数学是我的理想，物理也是我的理想，理想是没有高低，不分贵贱的。老师，您要相信我。啊！豆子太牛逼了，胡秀杰脸都绿了，我要笑远了。笑远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笑吐了。远呢是个拟声词，吐的时候不都这样的吗？海龟，我跟你说。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嗯，虽然这个拟声词有点恶心，但是简洁生动，汉语真的很优美。不是的，老师。什么不是的？辣眼睛这句话是窦胜同学的讽刺，原本这句话是他们两个对我说的。跟老师说他们俩说什么了？他们觉得咱说话辣耳朵，不
不许他说话。从上周补课的时候开始，咱是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啊。咱想着别惹事儿，就一直就忍着不说话了。谁知道今天在茅房不小心开口给破了戒，他们就想整治整治咱，然后就被四班大佬给撞上了。那您说巧不巧吗？一开始咱也劝大佬别耽误考试，不值当的。大佬也挺劝，但您看见好吗？这俩人他不挺劝的，那是一通叽里咔嚓上来就干的。他们还从背后叽里咔嚓偷袭人家，您说哪有这样？要不是人大佬申请好似云种业，那个好几处云天，今天这李总就真别考了。现在就得进医院横着，您说是不是？您说说，这能赖人还手吗？那肯定不能够啊！哎呦，您说说，这叫怎么个事儿啊？您说，哎，我，好家伙，海贵，您听懂了吗？听不懂，但是很热闹。这个相声，哎，是我国独有的民间说唱曲艺。对喽。讲究的呢是说学逗唱，哎，改天带你去见识见识，你就知道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好意思啊，老师，我一紧张，就爱给自己捧哏。什么毛病？改了。好的，老师。老师，我们骂他是不对，但我们没动手打人啊，他俩捆绑一日之外。怎么说都有理，合着我们伤这么重，反而有错了是吧？你还真是……动手，放手，无法无天了是吧？他们怎么在外面？哼，你还挺有逻辑啊。人是你们欺负的，架也是你们先约的，一样的中国话带点方言就被你们侮辱，我还以为你们多狂呢，结果受点伤还拿出来说是吧？我也受伤了，我说什么了？你也受伤了？啊，伤了。哎呦，我尾巴骨疼啊！骨头疼？你他妈还是个人？老子没打你后腰。怎么没打呀？那谢兰都看见了，刚才还帮我检查伤情呢。我刚才不是考试呢吗？你们俩在后排鼓捣什么了？没什么，就蹬开裤腰给他看一眼，一秒钟的事儿，啊，是吧？天哪，你还看他裤腰里了？嗯，我约了。可算是考完了，终于结束了。嚯，海贵，嗯，英语考试对你来说是不是特简单啊？简不简单我不知道，但是有些题的答案意思明明都差不多。官方吐槽最为致命。你考怎么样？就那样呗。哎，老马来了，老马来了。哎，同学们。我知道你们晚自习刚考完英语，不过先别急着放学啊，我就是过来问问。新来的谢兰同学呢？海贵，老马叫你呢，你快举下手吧。哦，老师，是我。哦，好，好。哎，手放下吧。哎，哎呀，这卷子才批了一半啊，我忍不住先来认认人。厉害啊！这套卷子能给我出一个满分，名震数学组了。你这是初来乍到，一战成名啊！哇，怎么满分？外国人数学不好，贵啊，心太崩了呀！哎，什么叫出了一个满分啊？哎呀，窦胜啊，你别想了，你的卷子我先挑出来批的。最后一问根号下243没化解，扣两分。哦，下次你可以把常见平方根抄在作文纸上。嗯，报复心还挺重。阿贵，嗯，我拉你进群了。这个群没有老师，
只有咱四班的猫头鹰了。车厘子邀请您加入群聊，四班炯炯有神。让我们开启新同学欢迎仪式。猫头鹰定点 JPG， 跟上。猫头鹰钉，欢迎啊，一百五大佬，四班欢迎强者。昵称不该叫文艺复兴，应该叫高斯在世。猫头鹰打滚，猫头鹰打滚，打你打滚，猫头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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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滚，打滚，猫头鹰打滚。猫头鹰打滚。猫头鹰的表情包排山倒海，还挺独特。哎，你觉不觉得咱们班同学有点像猫头鹰啊？嗯嗯嗯，那就对了，猫头鹰是咱四班招牌，要就是这个气质。咱们班口号就俩字儿。精神。说起来，咱们班真是好久没出一个数学实力可以跟豆子比肩的牛人了。那可不，老马直接傻眼，那么难的卷子，居然拿一个满分怼他脸上，太他妈牛逼了！以前被四班双绝压着，现在又空降了一位大佬。这是梧桐。果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酸了，都快抽心牙了，竟然还要哭爷，快稀罕了。树上只剩这一片叶子，也让你揪下来了，是他自己掉下来的，好不好？哎，喂，话说英国高中数学到底是什么水平啊？嗯，其实不如国内，我学 AMC， 所以才能适应。那是啥？这都不知道。欧美的高中数学竞赛分级的，谢兰这样起码到 AMC 十二了吧？难度跟国内差不多，但国内更侧重更高级的数学知识 ，AMC 更偏向抽象的数学原理。差不多吧。敢问大佬排名？前百分之一。牛啊！那你觉得这次理综难吗？物理还行。哦，就是不难的意思啊。牛逼牛逼。哎，那化学呢？不知道啊？还能不知道？我看不懂题。啊，那可能国内就是化学进度更快。没事，你这脑子好追。哎，飞宇啊，快下门口。陈哥，哎呀，哎，看来陈哥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哎，你怎么越叫越走啊？啊，哎，这次考不好没关系，你家里这个情况啊，我们年级组已经研究过了，还是能提供一些补助的。你自己呢，别放弃啊。哎，你听我说了没啊？啊。谢谢老师。哎，陈哥，哎，这次分班，他肯定得走了。哎，当年中考的全市第二啊，可是和豆子一起并称过四班双杰的人。我还记得高中第一天开学，他多意气风发呀，哪像现在，已经瘦得没个人形了。希望他也能触底反弹，就像咱家豆。议论人家干嘛呀？闲死得了。哦，谢兰，伸手，送你个礼物。别跟我妈说今天打架的事儿啊。用一片叶子就想收买我，这叫礼轻情意重。好。我绝对不说。
只给你妈写封信，中英双语那种。泡芙吃吗？楼下还有一盒。不用，我晚饭吃饱了。好。你怎么走路没声啊？你在房间里放了那么多灯啊，还有一堆镜头和三脚架。又出现了泡芙消失术。嗯，怎么，你做的是 eating video 吗？什么？类似这种深烟巨口人肉踢，是念踢吗？人肉踢骨机，还有这个铁锅炖，不是，好像是炖铁锅炖自己啊。今天车子明说你是有百万啊。对，就算是吧，国内叫吃播。原来是个百万粉丝的吃播。那昨天在机场便利店你是在live stream 直播？嗯，不是，我从来不直播，昨天是刚好回几条语音。我这人很害羞的，在镜头前只吃饭不说话，什么都不跟粉丝说。害羞？我对这个中文词一定有误解。哔哩哔哩是吧？我下载了，你 ID 是什么？爱吃的 Mr. X。 没有这个名字呀。啊？哦，口误，爱吃饭的 Mr. X， 少了个饭字。哦，找到了，原来你有148万粉丝，那不能只算百万了。最近涨粉比较快。是指收音不露脸，别说脸了，什么体貌特征都没有拍进去。你动态里写的这个周末要录喝一整盆肉酱的视频是吗？啊，我忘了，赶紧睡了啊，早早起床，晚安。今天的营业又结束了呀。投稿里面没有关于表妹的内容，看来确实跟百万粉丝没有关系。关注一下。这个梧桐树叶要扔掉吗？伸手，送你个礼物。望江向外长着很多蔽日梧桐，校园里也是，每到秋天到处都是纷飞的落叶，金灿灿的，很美很美。
是梧桐啊。第一篇课文里不认识的字都查好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窦胜怎么一大早就在睡觉？同学们好啊！老齐好！哎呀，你们呀！啊，老齐。那么干的吗？语文一宿就出分了。没有没有，这堂课啊，你们预习《滕王阁序》，我呢接着批卷子。吓死我了。不过呀，在此之前有件事儿，听说四班有位新同学，让马老师一夜年轻了10岁呀、啊。我昨晚听说后非常心动，赶紧抽他的卷子出来。我也想提前返老还童啊！来来来了，第二个被你的实力震慑的老师，希望没有被震碎。啊，这个，谢兰同学，这儿，这次作文考题啊，其实是兼爱。墨子的话呢比较难理解，但是诗人的就很通俗了。大家呢也基本都把这个论点落在了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这点上。那我们就来听听谢兰同学是如何解读的。兼爱是什么？说学习特别好啊。我只能理解没有人是自成一体这几个字。来读一下吧。记笔记。学忘了。记。我摘抄本就拿去。没有人是自成一体，这是人人都同意的观点。我们看起来独立，但其实是由两半组成。我感觉有一个绝妙的比喻要出来了。一半是妈妈，一半是爸爸，什么玩意儿？没有人是自成一体，我们要感恩父母，就像中国古人孔子让梨，展示了传统文化孝。笑死得了。谢兰大佬，笑傲江湖。作文有什么难？谢兰，你笑儿子，你牛逼，这口容还笑九泉。谢兰同学，你先坐下吧。行了，你们。数学大佬在语文上还需要努力追赶。他呢刚回国，大家要多帮他。再送你一片叶子，外加一句祝福。返老还童失败了。这个还是成功的啊。笑出强大。比如说笑一笑十年少吧，我笑了半宿了。哎，好了好了，同学们你们就自习吧。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下一句我没写对吗？这题白给啊。你答了什么？你看我卷子干什么？不小心瞄到的。反正和正确答案差不多，只差一点，总分就17了。哦，那还真可惜啊。我好像看到你答案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不
不复回？对了，七分之五呢？哎呦，还能这么算？再送你一句祝福，只差一点。哼，老秦都改了一节课，卷子差不多改完了吗？我看够呛。同学们，利用下课前的这两分钟啊，我还有些话想跟你们说。要分班了，按照今年理科的分法，会有一些同学去到全科 A， 还有一些呢，要按名次去到其他班。在座的各位都是一年半前市里校的上号的学生啊，好像一直在看最后一排的陈。不要忘记刚升上高中时的理想。无论之后去到哪儿，别认输。来了，哎，有个友善的小建议，要不要听？不要。学校每周末有自愿加课，估计马上要统计报名了。语文有个基础班，但会和数学竞赛辅导冲突，你考虑一下。再说，这个语文呢，补起来是个大工程。独自写字是一方面，文学积累是另一方面。语言不能靠自己硬磕，有老师带会好很多。你慢慢考虑啊，不着急。嗯。完了完了完了！刚才路过老马办公室，听说这次数学试卷差不多三分之一是竞赛难度。咱们班这次平均分只有108分。天宇，来抱抱。咦，滚！马老师好。马老师好。哎，好好好。马老师好。马老师，谢兰同学。啊，周末我的数学竞赛课呀，给你留了一个名额，别忘记报名啊。老师，我想上其他课。其他课？数学竞赛不听了？嗯。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暴殄天物啊？嗯，不太知道。哎，你不要跟窦胜学着装傻充愣啊。说真的，要来啊，一定要来。老师，我语文只考了16分。16就16，你就算考多少？哇塞，不知道海龟拒绝竞赛辅导和语文考了16分，哪个对老马冲击更大啊？感觉老马刚才转身离开的背影满是风霜啊。哎，没事，我们几个都上数学，可以借你笔记。谢谢。哎，豆子不跟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吗？啊，刚才胡秀杰把他叫走了，说王狗的事儿还要再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兰啊，豆子特别关照，让我吃饭带着你，咱们去一食堂吃美味排骨包吧。豆子还真把自己当谢兰的监护人了。就是。哦，差点忘了，你的办行手续也办好了，跟我和豆子住一个屋。哎，这是钥匙，3宿603。好。半寝呢，就是只住中午不住晚上。我们屋原来是4-2，我是全寝，豆子是半寝。哎，听说你现在晚上住他家？嗯。宿舍怎么样？还不错，上床下桌设施都挺新的。
603和水房各摆一边，带你们住半间。我们吃完了，海龟跟着大鱼回寝室了。啊，哎，豆子，你已经回来了，王狗的事儿怎么样了？没怎么样，就让我说了说昨天中午食堂看见的。胡秀杰又不傻。宿管阿姨把你的新床单送来了。嗯。这人吃东西的声音也太有存在感了。你会随时录吃东西的声音吗？啊？他录什么了？没什么。大佑，给我递个纸。啊，对，饿了。一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居然都没有便利店。草莓大福，要来一个吗？哟，怪稀奇的，你这个护食的竟然主动分享吃的。护食？我记得这个人的微信签名是不给。要不要啊？啊，谢了。这家的大福啊，特别皮薄 Q 弹，草莓果肉酸甜，奶油也很丝滑，完美。嗯，草莓大福很优秀，可惜有点太小了。靠，被你们勾引的我也馋了，来，给我也来一个呗。嗯，我要不够了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哎，大佑，你们中午吃了什么？排骨包，人太多了，我们都没坐到一个桌，吃完才一起回来的。哦，排骨包啊，上次的辣子鸡也没动，原来小朋友不吃辣。午睡午睡，中午不睡，下午。嗯，你不吃辣？他怎么知道？嗯，服了，车子名仿佛一个 ZZ。ZZ 是什么？智者。什么意思？在云泥和点心。给你这个海龟挑食小可怜填肚子。封口费，别把大家的事告诉我妈。这人是不是忘了封口费昨晚付过了？就那片大风刮来的破烂梧桐叶子。豆子，你腿怎么了？啊，没事，老师，就是伤到了。哦，那你小心点啊。哎，你不是一把骨头吗？怎么又改腿瘸了？忘了一把骨的事儿。
中午胡秀杰问我好没好，得再演两天。怪不得你一会儿左脚去，一会儿右脚去，看见老师去，看见同学就不去了。对，我还走平地去，上楼梯就不去了，主要是爬楼梯太累。那你瘸得还挺狡猾的。哎，听说了吗？所有老师都在疯狂批卷子，下午的课都转自习了。幸福的日子是多么短暂呢。明天就要公开处刑了吗？刚才胡老师说。兰啊，我才反应过来，你这英国归来的胃能吃辣的吗？吃不了，以后不点排骨包了。啊，对不住啊。哎，那你现在饿吧，我这有面包。没事，我刚吃了豆生一盒点心。哦，那就好。什么？豆子，你分吃的给他了？没分啊，我连盒直接送的，这怎么能叫分呢？这叫白给。我去，好像不止一次啊。最早是脏脏包，那时候你还没打架呢。脏脏包是不是？第二次是蛋挞，虽然是你吃剩下的。这给你。那个蛋挞真不是。第三次就是草莓大福。再匀你一盒点心。草莓大福要来一个吗？所以我觉得你分吃的给我不是为了收买我，而是因为心虚。思路还挺清晰，我一直感觉不对，接机那天肯定还有什么事。哎，算了。喏，自己看吧。什么？照片上的是两只猫？准确的说，是两只挨在一起的猫。这只是大橘，另一只是乳白。你看大橘是不是眯着眼睛在给乳白舔毛呢？而乳白舒服地摊成了一张猫饼。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什么传统？传统就是大猫一直住在房子里，二猫是后来的。大猫为了显示地位和表示接纳，要替二猫舔毛，这是一种天性。即使大猫平时不爱舔其他的猫，但二猫是个例外。听着挺感人的。但跟中国人的传统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我以为加上这句会比较好忽悠你。你，我觉得你忽悠我的肯定不止这一件事。晚饭上哪吃啊？羊肠巷小饭桌，老样子。大佑今天不去，就咱们仨带一个蟹来。我跟阿姨说一声，看看今天有什么吃的。羊肠巷小饭桌是什么？羊肠巷就是西门外那条乌漆抹黑的胡同，小饭桌是开在自己家里专供学生吃饭的地方。我们几个基本每天中午食堂，晚上小饭桌。哦，西门外面有很多小饭桌，就我们要去了这家最好吃，唯一缺点就是远了一点，得穿过一条羊肠巷。阿姨说麻辣烫还剩一份不辣的，正好给谢兰了，但包子没多蒸，问咱们四个吃三屉行不行？没事啊，你可以不吃。你这叫慷他人之慨。这里好黑啊。而且特别绕，路又窄，平时晚上一个人还真不敢往这儿走啊。不过咱们几个大老爷们一起，没什么好怕的。快了，到前边就有路灯了。等等，怎么了？干嘛？你在这儿还装瘸啊？不太对，回去吧。不是吧？摸黑走了大老远，都快到了，现在回去？怎么了？
刚见杨长相的时候，好像有个人跟在后面。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但那人一直在加速追我们，两分钟之前又掉头回去了。就像只想确认咱们是不是往这边走了。我靠，两分钟前，那你不早说？我在琢磨分包子的事儿。事有轻重缓急啊，哥。而且一开始我以为他会喊人从后面来，咱们直接进小区就没事了。对，我操，前面也有人。成长推算解答，从未感觉世界太大，梦想与爱都是利剑铠甲，回望身侧总有人陪着我出发，去追梦吧，少年迎风踏浪，在雨后花季生长，以自由的心一路高歌，撞飞南墙，就创造吧，童话梦想都是最温柔，重量前方闪烁发光，就并肩去往下一个更高远地方，因为被照亮，所以也想做一道光，就热爱吧，一千百万个期待滋养，永不熄灭璀璨热望，风吹雨打青春喧哗，时光与梦带走枯枝泥沙，汗水眼泪都一笔肆意去挥洒，去追光吧，在下一个顶峰折下最炫目光芒，穿过旧雨夜，破解宇宙给的迷藏，映到耳旁琴声飘荡，皆因着婉转绵长鸣奏，爱的回响，就轰轰烈烈，持续夜夜沸腾滚烫，乘着风前往沿途驶进每个梦想，银河心房定格每一枝花香，是你始终站在我的身旁，少年迎风踏浪，在雨后把戒生长，以自由的心一路高歌，撞碎南墙，继续创造吧，童话梦想都是最温暖。